手表一直哒哒响，滴哒哒响。时间还有一分半，小心背叛。直升机的螺旋桨，靠近的声响。手表一直哒哒响，滴哒哒响。子弹没了一大半，小心死亡。撤退的一刹那，背后的那一枪，人心的猖狂。欢迎收看尼亚斯的游戏实况，我是尼亚斯。今天我们要实况的是《汤姆克兰西全境封锁》。然后自上一集因为太久了，我们最后没有跟基地中的那个 NPC 交谈了，所以我们现在来完成一下交谈任务，之后顺便把科技之步升等一下，然后再去练等吧。我目前是23等嘛，我印象中下一个任务好像是23等还是24等嘛。那我们这之间再去练等一下，因为上一集玩那个主线任务啊，我发现现在任务好像会越来越难，就是说像你就算他22等的任务，你22等去解还是有困难度，所以我觉得等级应该要升高一点再去会比较安全，比较有保障，因为你血比较多嘛，那就比较不容易死。这样我换一下手榴弹啊，我要破片手榴弹，然后我看一下哦，战术伪装哎，买一下买一下，3000多，我现在钱20000多哎，好多，买一下 ，OK， 看一下看一下，我们设定哪一把好啊？这把试试看好，然后不 ，F， 战术伪装看一下，什么是战术伪装啊？哪一个？这个吗？看起来差不多啊，只是比较亮一点啊，对吧？只是比较亮一点而已嘛，对不对？冬季先进战术伪装，哎呀，看起来亮一点点而已啊，有差吗？看一下这把蛮暗的，我觉得用这个好了，还不错，检视一下，好啦，随便啦。其实我觉得这个都我选的好像都偏那种白色系的，就是雪地的迷彩这样，感觉都差不多呢。大同小异。好，我们先去找那个保罗坦，我记得在楼上嘛，就那个电力厂拯救到的那个 NPC， 他在哪里啊？这里吗？他人嘞？等等，我，等一下，他现在人在哪里？这里吗？啊，这里。不对，这是控制室啊。他人嘞？重新校准，这什么东西？校准，那我看一下，这是校准是干嘛？修理装备的意思吗？还是怎么样？有什么手套、枪套？重新校准，选择物品，然后，他可能会有那个不一样的附加能力值吧？应该是这样吧？哦，原来如此。这不用啦，这个其实我觉得还好。那我们现在主要做的就是找到那个保罗。保罗你在这里啦。嗨保罗。好，看一下他跟我讲什么。You did real good, hooking stuff up. Almost gives a guy like me hope again. Well, that's a goddamn miracle. Said almost, Agent Lau. That's what you found while you're out there is keeping me up at night. Looks like I ain't paranoid after all. I'm just right.I mean, here you got the 最强大、最聪明的特工，还是有人越轨作乱？Yeah, well, they're not gonna win, no matter what you might believe. Oh, you think I'm not on your side, Agent? You think I'm just a cynic who doesn't give a shit? I'm a goddamn patriot. That's why this shit upsets me. 我也是这种人，就是超爱那个人。It's a balance. We don't just got rights, we got responsibilities too.People don't realize just how fucking precious this shit is. Jury duty, voting. Oh, we can all get away from the NSA. 对啊，投票这些很珍贵。Nobody gets a free lunch. Now this country is set up so that nobody can go run things by themselves. Balance of powers. 有时候，等他讲完好了。Create the division. It breaks everything. All of the power, none of the accountability. It's the opposite of everything this country stands for. Of course, it didn't work. So now, what do we got left?Good intentions. Hey, and us, all of us, and I've got a hell of a lot more than good intentions. We are gonna do this, and we're gonna do it the right way. I want. 为什么一脸 I do. 一脸看起来无所谓。What makes you different from the rest?
just hope for all our sakes that you are. 所以有些人呢、啊，你看起来他好像是愤世嫉俗，觉得这个不好、啊，那个不好啊，然后觉得啊，这世界怎么是这样啊，失望透顶。这不是，其实有时候这不是愤世嫉俗、啊，有时候这只是对现状的一个不满，希望可以改变这样。真正愤世嫉俗是已经绝望的那种感觉，对啊。哦，哎、欸，我忘记升级了，我们来升级一下，随便升级啦。现在已经80%了嘛，随便升级个什么东西都差不多了，我觉得。来吧，我们花了5分钟在这里，我看一下，现在可以升级这个啦，现场工程什么地雷，哦，改造地雷的部分，然后工匠可以哦，可以从歌技织布收集工具、欸，哎，哎，不错啊，那这个要升级。Not bad. This new gear could really make a difference. OK. Nice job.啊，那个收集装备的东西在哪里？充电中，怎么找一下、啊？因为他说可以收集装备嘛。看一下哪里？哎、欸，右边吗？这个吗？啊，在这里对不对？这个吗 ？Damn, this is a good one. 啊，工具。才一个啊！太少了吧？才一个啊！然后楼下哦，这是发电机、中央暖气设施。哇，这基地建造的越来越完全了，太棒了。Later.我们已经快做好准备了，怎么准备我也不知道，可能以后要打个 boss 什么之类的吧。制作站我们来看一下好了。嗯，我喝一下咖啡啊。目前这边我看的最多的都是狙击步枪啊，我现在是拿步枪嘛，我现在需要一把步枪，我还是比较喜欢步枪，我不喜欢那个冲锋枪，因为觉得冲锋枪后坐力太强，虽然它射速很快啦。像这个是 AK 嘛，它突击步枪威力比较高，但是相反的，我很怕它的，我看一下它的准确度好，对，它稳定度太低了，不要，稳定度太低了也不要。我这个人比较不太会玩那种后坐力太强的武器，我觉得很难操控啊。我觉得我还是玩那种就一般的稳定度高一点的啊，狙击枪这样子啊。好，那我们现在先来看一下地图啊。再来的主线任务都偏向在这边嘛，我们来看一下。欸，我好像按到什么东西。这个26等 ,24 等 ,27 等，好。所以我们现在首先要升到24等嘛。我们先从这边的任务开始看，好。看一下哪边的任务经验比较多。这5000多 ,13000 2万 ,16000, 好少。1800 1100 11000 29000 29000 11000 29000 29000 5万，哦，这好多啊，它有好几阶段，那这不要，我不要好几阶段的那种，那太多了。我们先解这个好了，这个最靠近，还是啊，先从这边开始解啦，然后等一下再解过去。好 ,OK, 就这样决定了，来吧，先过去吧。我们把这一个区域这两个支线任务解完，然后再往这边解，这边有一个2-3万的嘛经验的那个遭遇任务就暂时先不解了，我觉得应该没有那么重要吧，如果途中又遇到很讨厌他又一直跳出来的话再去解啊，其他就不管他了，对吧。哇，花了8分钟在前面铺陈，就是一直准备嘛，然后找东西，然后看那个动画这样。我觉得基本上这个汤姆克兰西应该已经快破关了，因为我的那个科技支部已经 90%, 那另外两个支部都 80% 了嘛，这样平均下来我算一下。三个 100% 是多少 ?300% 嘛。然后他们三个加起来三星3824,240 加10等于250。300/250, 约分是多少 ?5630。哎、欸、等一下，我刚刚算多少，3824,25 嘛 ,25 嘛，用50去约啦。所以上面是变5嘛。然后下面来变 6分之5 了。已经解到1/6的那个进度了。剩1/6而已。所以应该不会很多了。我们现在应该可以快破关了。应该在几集就可以破关了啦。我个人觉得啦。有点远其实。先这个。60, 啊，这个经验也蛮多的嘛。那我先从这边边边开始解，从这边一路解过去好了，那就快一点，好，走吧。一路解过去应该经验会比较多。那我顺便看一下我现在缺多少经验好了，这样比较快。
角色，看一下哦，我们现在经验值还要241000，好的，蛮多的，241000哦，可能要解好几个任务啊。不过还好啦，这经验不会太多，因为他现在经验都给的蛮多的。现在的任务，哦，看到敌人的样子，在前面，哎，五只，哦，那边也有哎，那我们现在应该要先拿狙击枪才对，因为这只他应该不会看到我，死了，左边应该不会发现我啦，因为我狙击枪那么小声。可是这边好像有那个污染区呢，我不知道他有没有特殊的东西，这样怎么进去啊？看一下。要从这边啊，啊，那等一下再过去好了。我们现在先往那个任务区啦，啊，这旁边的人就不理他了，太麻烦。哎，是在这边吗？这里吗？拯救人物行动。哎，我已经到了，哦，有有有。Warning, hostile presence detected. 侦测到敌人存在。哪里啊？敌人吗？目前没看到。什么？没有啊，不要吓我，小老鼠。哎，欸，有了有了有了，死了！你们有发现我吗？哎，欸，发现我嘞，有那么大声吗？等等等，我先躲躲着。来了，死了！有一只狙，那边还有一只。哎，欸，怎么有一只在我前面啊？我看一下，这样打得到吗？啊，打得到，打得到。有了，死了。有了。后面好像有哎，欸，后面好像有敌人。有吗？有来吗？啊，应该没有。冲出去，冲出去！先轰死这一只。OK。哦，哪里，哦？来了，来了。哦哦，精英好像是，虽然有一些人跟我讲什么颜色的血量才是精英啊，哦，不过这对我来讲就已经有点精英敌人了啦，因为他有那个血量比较多嘛。找钥匙啊，哦，钥匙在哪里？这里吗？这里这里。哎，欸，哦，有了有了。然后嘞，往哪里？解放人质，哦，这里吗？OK， 解完了，好快啊，哦！好，结果里面应该有稀有物品了，我觉得。什么？哎，欸，没有啊！啊，没有稀有物品哦，我解救你们嘞。然后军人来这边了 ，OK， 解完了，耶，yeah ！然后里面还有两只哦，不管他了啦。好，我看一下，你们现在在哪里？还，啊，有一个遭遇任务在这里吗？你们走过去吧。看一下，往这里。啊，那个音乐还在响，噔噔噔噔噔噔，我都已经打完了。我们走直线啊，不要跟这个导航系统太那个了，太绕路了。走直线还比较快一点。哎，欸，啊，有敌人哦，哪里啊？啊，一只还两只，我看一下。然后两只而已，好，那可以直接攻击啊。OK， 死了。46经验值，有点少。好了，我们到了，这应该是要进去污染地哦。这会有问题吗？哎呦！我的那个防毒面罩还算 OK， 等级够。哎，这底下会有吗？下去好了，下去。再去看一下，我们要找到那个污染源，把它标记还是关掉之类的，这样可以的。Alert, contamination scan initiated。还有吗？这里看一下。好像迷宫哦，走一走就迷路啊！这里还有一个，
我剩最后一个了。Contamination scan initiated。他总共可以给我七分钟去关这个东西耶，这时间蛮够的。所以另外一个应该在这里。如果没有的话，应该就在楼上了。那个，卡住了。哎呦，刚怎么回事啊？突然lag一下，然后旁边突然出现什么谁在运动的啊？有了，最后一个在这里。OK， 爬上去吧。将病毒传送到云端，好哦。好吧，又lag。为什么人家行李我这边也会出现啊？我又没有到他那个。对，我觉得汤姆克兰西全程连线这个真的是一个缺点，大缺点。Contamination scan completed. OK， 完成了。JTF servers. 好，接下来下一个支线任务。Plenty of my business associates done some time in the correctional system, eh? It causes some misunderstandings. But those creeps will come out of Rikers. Damn bad news.Pulling people off the street. My crew never did that. People paid their protection money, they got protected, huh? Now, you get out there and help those people. OK， 反正就是又是那个赖克斯帮在乱啊。然后我们要先找出口，我现在不知道出口在哪里。刚进来的地方我找不到啊，应该在这里吧。啊，对啦，有烟的地方嘛。啊，对，就是这里。出口就在这里。OK， 赶快过去那个地方吧。Now leaving the contaminated area。反正今天我们预定啊，哦，底下。我们这一次要到那个地下室了，好暗。跑一下，四个威胁。啊，又，好几个呢？这到底有几个啊？算了，我要走过去再啊，我走过去再开枪哦。不，好险好险，丢个手榴弹好了。那怎么丢？这样 ，OK。有了，全死了，注意哦，一颗手榴弹就全死了。来吧。有没有东西？有。什么东西？脉冲手榴弹。好，不错。对不对？是什么？补血包满了。好。这任务还有后续耶，还要跟什么军官讲话、啊，这么麻烦。为什么你要挡在我前面呢、啊？啊，找到了。嗨，你好。我要保护他，是不是？我就知道。确保区域安全，好远啊！为什么这次这个区域要跑这么远？Readings indicate an echo nearby。等一下啦，这个要怎么过去？这在哪里啊？我要怎么过去啦？给个指示好不好？这我要怎么绕过去？这边没有门可以进去，然后我要从刚刚那个地方。绕过去是不是？对啊，这门都关了，真的是走错了啊！这里，到了，哦，好多，哦，狙击，那我扫描一下啊，补一下血。你要跑啊！有了，死了。打开电源来开启铁卷门。等一下，我要拿绿装。OK， 往上爬，这应该是从这边爬吧？啊，对。玩了这么久的汤姆克兰西，我终于知道从哪里爬了。想当初我连这个爬梯按什么都不知道，现在终于知道了。那这应该是从这里啊，那个，宕机，哎。我们有时候会这样子啊，这些都是游戏类的哦，这不是我的录影类的哦，录影类的跟游戏类的差很多，意思是差很多的。游戏类的话，有时候就是电脑的，就是硬体不足。可是
我私底下玩就不会这样子，所以应该是录影的时候会 lag 吗？也不对啊，我觉得应该是游戏它可能连线的部分吧。开启了，确保区域安全又来啊，不会吧？有了，还蛮顺利的嘛，拯救平民。哎呀，跑来跑去的好烦哦，从这边跳下去啊，损血就损血，管他的，一招养。OK， 打开。Civilian secure。耶，有没有东西？啊，这里有。OK， 我们现在还是23等哎。32而已经验，现在呢？我看一下哦，这边还有，哎，怎么突然多出两个任务啊？等一下我看一下，5万多经验，我看一下这附近，这3万、5万，对不对？4万，等一下，这边呢？5万，我先来解这边的好了，经验反而比较多哎，啊，我先从这边的开始解啦，直接绕过去。然后解他旁边的，然后再跑去这个地方，这个区域，然后去看一下有没有多余的支线任务。现在解比较经验给比较多的任务比较快啊，不然这样耗太久时间了。2万、2、3万已经满足不了我了，要找5万的那种。一次5万经验，因为我是24万升的嘛，所以5万经验要打几场？我看一下，大概5场吧，5场5×25嘛，25万嘛，所以这样就可以升24等了。所以我们这一集跟下一集预计是都练等啦，然后在这两集之后我们就又可以再看一下新任务了。哎，支线任务完成这么快，背心设计图，哎，好快。哎，我这边看一下我身上的东西好了，整理一下。手枪部分没有比我好，不要理他。238看起来差不多，不要理他。背包懒。好，我们来分解一下吧，这个166嘛。163分解，还有166分解，啊，两个都蓝装，然后，不是这个口罩，面具啊，这个也两个嘛，都各留两个啦，那比较保险。91分解一个好了，这个都差不多就留着多一点。这边的话224、180、90，留着好了。手套刚看过了嘛，其他应该还好啦。枪的部分，手枪分解。这个 ，OK， 完成。能力，什么能力啊？就那个手榴弹的啦。OK， 我看一下这附近还有没有什么任务。这要跑远一点，而且5万多嘛。这边还有一个支线任务17000，我先过去好了。来，来吧，我们就快速跑过去，再去解他的支线任务。那有时候连线不稳啊，他就会跑比较久。有时候连线稳定的话就会跑比较快，但现在右下角出现载入中，它才正式开始那个就是开始跑。那像刚刚没有载入中，它就一直在预备，有时候蛮烦的。不过有好一点的啦，你们去看我前面几集啊，就是它那个连线一直不稳定，玩一玩就是那个敌人就卡在那边不动，你攻击它它也不会损血，然后你也不会受伤这样，然后过个几秒你就突然死掉了这样，蛮奇怪的。黑抽团队什么准猎准陨落21把，然后卖东西啊，有人在卖东西。我记得这一次更新有更新交易系统啊，玩家可以跟玩家交易，蛮酷的。不过我还没有试过，因为我目前就是玩单人的，多人就目前还不组队啦。如果太难，我再找人啊。哎呀，然后你看到这边有东西，应该在楼上啦，算了。好，我们来看一下。我刚刚没有完成那个支线任务在里面啊。Now entering a safe area. 那找那个军官讲话，不是这个军官吗？还是这里？哪里啊？这个吗？不对啊，这里吗？啊，这个。好，完成了，就这样吗？哎，我看一下，这附近，这个最近啊，可是，但反而比较麻烦。算了，我直接走过去好了。
How's your low back? 比较快。Got a tip from one of the locals about a supply drop he just stumbled upon. 补给品。Too much for him, or maybe he was just afraid of being a target. But you ain't afraid, right? Warning. Now we're exiting the safe area. 哪里啊？哦，三八八。哦，应该略过他。啊，先还是杀好了。好了，他们来了。哦，没子弹。没子弹。我觉得这把 N4 还是太飘了，我觉得还是用不太习惯啊。之前那把那个叫什么忘记了，反正就是看起来比较不像 N4 的那把步枪，我反而用的比较习惯一点。它后坐力没有那么强，可能是连射速度的关系啦，不习惯的。哎，怎么会突然有什么墩墩墩啊？这个 NPC 需要东西，给他。补血包，我这还剩四个，四个应该够了。哎，等一下，他好像有放东西出来，什么东西？白装吗？等一下，好，捡一下可以分解，分解出来应该会有一些不错的东西。然后我们继续往前走，解这个支线任务。预计再解两个，再做个结束啦。因为现在录26分钟，在四分钟之内应该可以解两个，我觉得。哎，敌人吗？敌人哎。Let's see if he's a runner. 有了，死了。喂，还有一只。哎，跑去哪了？这里吗 ？OK 。走吧，没有发现威胁，我从这边绕啦。嗯，看起来是没有敌人。我到了，前往空投区，哪里啊？这里吗？好，走了。啊，我要守住空投物品。哎，敌人啊！而且还有好几个精英，止血的精英敌人。死了，还有一只，死了。Warning, incoming hostiles. 然后嘞，哎，另外一个、啊，我要两边跑，好麻烦哦。天哪，不要这样好不好？两边跑超麻烦的。死了，还有一只，你在哪里啊？尽量瞄准他头部，那威力会比较高。哇，绕来绕去的好麻烦啊！再往哪里走比较近啊？感觉我好像绕错路了，我觉得我应该绕错路了。好，开始受到伤害了，完蛋了。Active echo beacon detected。找掩体。哎、欸，没子弹了、啊。没子弹了，没子弹了。哎、欸！不要跑，扭来扭去，人很喜欢扭来扭去。啊！OK OK， 解完了解完了。哦，这是支线哦，这也是支线任务了啊。另外一个嘞，哦，这个这不要理他。然后这边好像看到一个哦哟，一个物品，医疗包好。然后再来我们要看看有什么任务，看一下、哦、这边是两万多的，两万多，五万多。我们再往这边走好了。
我要去拿一下子弹，然后再解这附近这个支线任务，然后我们就可以做个结束了。这一集应该就不会录那么久了。然后这边你看到这个黄色的啊，就是玩家，那这就是他连线，就是随时需要连线的好处，就是周围一定会有就显示玩家在里面这样。而缺点就是其实这没有很必要，我觉得。你只要到安全区再开始连线就好了，虽然可能会需要跑，但是我个人觉得，反而可以造福一些喜欢玩单人游戏的玩家，你就不用随时那个网络开着啊，万一他那个伺服器不稳定，就整个连单人都不能玩，对不对？蛮惨的。我先来，就是选择一下这任务。No, down, Charlemagne. No, sorry.He gets a little excited. There's a gang of Rikers tearing up the neighborhood led by a guy named Trigger Mike. Used to run a dog fighting ring, if you can believe it. Bringing him in will make a lot of people happy. 啊，又是有人在那边乱杀了，去杀了他吧。解决扳机麦克的第一副手在哪里啊？右边一个，左边一个是怎样？都在底下吗？啊，这边有一只。手榴弹先丢好了。哇，血真多呢！哇，而且好几只在这里，再丢一颗。再丢一颗。有了，他快死了，他快死了。哎，你想干嘛？别过来，别过来，别过来！哦，超痛的。他要死了，他要死了！哦，我要死了，我要死了！补血，补血，补血！哇，好险，好险！啊，他死了！OK，OK，、okay. okay, 死了！绿装，然后我需要一些子弹，有掉子弹吗？好，没有。这边有一个白色的是什么？哎，没东西耶，算了啊，这个啦，白装，好下去吧。好瞄，哇，军队都被吊起来了，什么声音啊？听到音乐声。再丢一个，欸，有一只冲过来了。哎，欸，等一下，哎哎哎，为什么刚刚看到旁边有人攻击我？算了，再一次，失策失策，再重闯一次啊！啊，这一次再补子弹再过去啊。欸，我想说刚刚可以打死那个人啊，他攻击力好强哦。啊，我知道为什么突然变强了，因为这边是等级比较高的地方啦。哦，好啊，去哪里？一下嘛。好，再去一次哦。这次拿狙击枪好了啦。居然死掉了。想说预计这一集不会死亡的说。来吧。补一下血，补一下血，换一下手榴弹，过遍手榴弹。这样射比较快。哇，好痛哦！他打人真的很痛。看下哪边还有一只。诶，另外一只跑去哪了？哦哦哦！你看，你看，你看，偷袭了，开始偷袭了，就被我抓到了。哦哦哦哦哦哦！跑跑跑跑！哪里啊？算了，我先冲过去把那只杀掉好了，把小只的杀掉比较快一点。哎，他死了，好，那只剩这一只了，这只比较……哎，有东西可以拿，拿一下。
汽水。好，来吧，我们来偷袭他。哎，你好。好啊，补血。哎，没有轰到他，完蛋了！再换一下燃烧手榴弹好了。来来来，哎，没有烧到他，超讨厌的。他怎么弄？让我看一下，是什么电击手榴弹？哇，没有东西可以丢了，现在只能拿枪跟他拼了。好，跑跑跑跑，还要丢手榴弹了。来了吗？好，还在装子弹。好，哎、欸，他死了，他被我杀了，好快啊！子弹，子弹，子弹。然后那个音乐真的好吵。反击麦克出来欸，哦，我没手榴弹了，烟雾弹好了，来吧。来，我先把小兵给解决啊 ，BOSS 会比较好解决，这边有一只。他为什么要呆站在那里？再丢一颗好了。好，好险！好，哦，要死了，要死了！喂喂喂，我干嘛出去？我在干嘛？哇，好痛啊！我觉得我先爬好了，换地方，换地方。你想往哪里跑啊？从这边走，反正他这边的敌人都蛮死的，会从你从哪里攻击他就往那边走，这样他不会绕路。有了，赢了，终于。然后这边真的好吵，一直有音乐，然后一直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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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超吵，先上去了。好，我们可以回基地了，先回总基地好了。回总基地，不知道会跑多久啦。哎，这边没办法回总基地吗？哎，没办法哎。啊，战斗中无法回基地啊？可以吧，可以吧。这种当然不行，哎，不行哎！战斗中无法快速旅行，我已经战斗完啦，解完啦，这种不行，好奇怪啊！算了，我先，哎，为什么要瞄准？哎，我们要选择这个区域，哎，太奇怪了，算了，我用走的好了。现在可以了吧？现在可以快速旅行了吗？哎，可以可以可以，终于可以了。他刚刚好像又 bug 了，然后回去吧。就这一集又花了更多的时间，惨啊惨啊惨啊！我们等一下回去就直接做个结束吧。剩下那个什么装备整理啊，我就私底下弄好了，这样
较不浪费时间，或是我们现在就直接结束啊，等他跑完吧，等他跑完好了啦。啊，所以今天我们好像没有升到24等欸，等下再确认一次剩多少经验。这样的话可能要到下一集或是再花两集才会升到25等哦，因为我预计是升到25等再去解那个24等的任务应该会比较安全。因为那个敌人血越来越厚，然后攻击力越来越强，给你打个几下你就差不多快死了这样。尤其是只要他出个紫色的血跟橘色的血的那种敌人啊，出来一出来你几乎就可以差不多要死了。除非你很小心啦、啊。啊，如果像那种一般红色血的敌人还不用那么怕，因为他们血没有那么厚，防御力也没有那么厚，而且他们攻击力也比那些敌人小啦。对啊，我看一下啊，这个到时候再说啦。然后我现在要看的是角色的部分，我现在还缺哦，只缺12000就可以升24等了，那下一集应该有办法哦。好，那我们这一集的实况就差不多到这里喽。如果喜欢我的影片，欢迎喜欢是订阅。那如果是新粉的话，那是连巨蛋的粉丝，这样是看下其他的有趣实况。那我们下一集的实况再见喽，大家拜拜。天空突然下起雨，我奔跑跌倒，就像电视偶像剧。失败，我没有勇气转身离去，但是我没有思绪。突然一个声音把我偷偷敲醒，快点醒来，梦想继续。我爱你，谢谢你把我痛苦带离去，你就是我救星，不可以再离去。天空下雨，我有你挡雨，轻声细语，我有你相信永不分离，你就是最亮那颗星，永远不离去。我奔跑跌倒，就像电视偶像剧。失败，我没有勇气转身离去，但是我没有思绪。突然一个声音把我偷偷敲醒，快点醒来，梦想继续。谢谢你把我痛苦带离去，你就是我救星，不可以再离去。天空下雨，我有你挡雨，轻声细语，我有你相信永不分离，你就是最亮那颗星。我爱你，谢谢你把我痛苦带离去，你就是我救星，不可以再离去。天空下雨，我有你挡雨，轻声细语，我有你相信永不分离，你就是最亮那颗星。我爱你，谢谢你把我痛苦带离去，你就是我救星，不可以再离去。天空下雨，我有你挡雨，轻声细语，我有你相信永不分离，你就是最亮那颗星，我的内心。